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伴娘小薇。今天老娘我又要来玩玩具熊的午夜后宫了。不过呢，这次不同于原版，这次我能主动走出保安室，近距离观察玩具熊以及店内的各个角落，想想就刺激。哎呀，要跟玩具熊刚正面了，再也不用担心看摄像头然后被跳杀了。我倒要看看他们平常怎么偷偷乱动的啊！开始里面的收起，上来有个手电筒可以拿。看一眼监控，哇，怎么那么黑，啥也看不见啊！好在房间不算多，我直接自己出去看就是了。出发，这里应该是清洁的杂物间，然后就到客厅了。狐狸就在这个卷帘里面吧？哦，原来你们三个家伙在这里。冷静，冷静，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。敢不敢直视我？快来咬我呀！怎么不动啦？有本事一直别动，好吧？然后从这边就能绕回来，回到保安室。第一眼基本不会有什么，我还是不慌的。哇，原来墙上也有时间啊，做得好细节。那目前我能想到的最好战术就是直接盯着他们，这样动不动一目了然，我也不容易慌。Nice。哟，几个动了？你这个走的速度有点慢呐。我去，他眼睛一直在盯着我啊，你敢信啊？兔子也动了，来呀，有本事两个都来抓我呀。兔子呢？喂，这个兔子怎么不理我啊？太瞎了吧！鸡也不理我了，看来也是要独自去小房间里面避。现在已经5点多了，第一夜过得很快。我去，兔子来了。其实只要能看到他们的踪迹，就没那么吓人。这游戏恐怖就恐怖在看不到他们的时候。哦，来，兔子，你过来啊，看你能不能进来。我去，还真能。那只能走这边了，鸡哥不会在吧？耶，轻松。第二页老样子，瞪大眼睛盯着这几个家伙就行了。哼，近距离之后完全不害怕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不在保安室里，看不到时间，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了。哎，无所谓，耗着呗。我去，狐狸什么时候出来的呀？我感觉我魂都被吓出来了。哎呀，我还以为只要盯着那三个就稳了呢，没想到这个狐狸第二页就这么躁动。其实也没事儿，我就连他和三个玩具一起盯着呗。狐狸的设定应该跟原版差不多，你盯着就不太出来，一会儿不看就出来的很快。哦，鸡的眼睛亮了，遛鸡大家是随便遛好吗？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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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。兔子出来了，我去，狐狸也要出来了。稳一点，咱们还是先回保安室吧。来了呗，我决定就在这盯着。对呀，还有另一边。哎呀，有点慌。要么我先从这条路迂回一下，来个绕后战术。我去，这狐狸哪里冒出来的？我以为它会在另一边呢，吓死我了。完了，被吓两次后我已经忍不住开始慌了。我本来还以为这样就不恐怖了呢，现在鸡在这儿，兔子呢？兔子竟然已经溜一圈回来了。没事，看到就不怕。来来来来，快过来。喂，你俩这走路姿势怎么有点逗啊？哼，哎，咋回事？一说逗你们就不理我了吗？啊，玩不起了是不是？哼，追不上我就走了吗？啊，菜，回来看一眼时间，快了。而且呢，我还有的是电，因为一直在外面啊，都不太用电，所以呢，电量很足。直接把两个门都关上，然后监控看一看狐狸就完事儿了。哦，哎，他的眼睛怎么好像在闪啊？是要出来了吗 ？Nice， 又过一夜。第三页开始就难了，他们出动的很早。你俩是掉线了吗？还是搁这跳街舞呢？啊，又连回来了。我去，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吓老娘我一跳。哎，有没有素质啊？故意吓我？不是，把弗莱迪也开始动了，那么刺激的吗？狐狸又不能不看。稳住，接着走位，我觉得我还能秀。弗莱迪怎么一直不动啊？这让我妥妥熬到六点。我去，突然发飙的吗？第三页要提防的东西实在是有点多，可我又不想躲在保安室里。我去，又来！喂，你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，别过来啊！兄爷，留我一条狗命吧！关门，关门！呜、哦，竟然活下来了，你敢信？哇！现在从这边绕一下，就是皮！我去，又来吓我！等一点，我来看看，狐狸现在还没出来，两边也都没有人，时间呢？才3点，你敢信 ？Oh no！ 我去，弗莱迪杀手来的，还在吃肉收，把门关一下吧。也开始，这个难度真的是上去了。不过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电的，只不过是浪了一下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还想看我通关的话呢，记得多多点赞哦。到时候吓破胆儿。